向上刷，向下刷，前后左右我都，哎呦，哎呀，看好了没有啊，博士？好辛苦啊！你什么事儿都做不好。找僵尸啊，找了这么久，半个都没找到。5块大洋那么大的奖金，你都没有本事拿。博士，抓僵尸这么容易啊？你这么久抓到了吗？我抓不到。我要是诚心抓的话，那太简单了。好啊，如果你抓到一个，我给你1块大洋。真的？嗯。那我们就一言为定喽。回去拿钱。现在啊？当然了，我对钱是很认真的。哦，去啊。好。又有收入了。僵尸僵尸我爱你，1块大洋放袋里。化化妆赚几个大洋，吓吓这小子可算了。不知死活，开枪打死算了。